那假设用拉来讲，那你是不是可以以嗦拉，也可以以西拉，也可以以，那如果以西是不是可以以哆，是不是可以以瑞，就是对不对？这是第一组。那拉是不是可以手拉？那我可不可以哆西拉？可以瑞哆西拉？我等一下会示范。那如果西是不是就可以手拉西？瑞哆西哆是不是就可以手拉西哆？拉西哆，西哆，瑞哆。那瑞是不是就可以哆瑞？西哆瑞，拉西哆瑞，手拉西哆瑞。那你会说怎么用，对不对？来看歌。好，马上把刚才学的东西用上去。